สวัสดีครับ 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这里是阳光盛男厨房，我是小盛。那我们今天要来做一个泰国的当地家常菜啊，那这道菜的名字叫罗勒叶炒鸡肝，那这道菜也是非常的开胃，非常的好吃啊。好的，那在此影片开始之前呢，还是要麻烦大家帮我点赞、订阅我的频道，那您的支持对我来说是最大的肯定了。好，那接下来我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所准备的这个食材。都有些什么？好的，那桌子上面也是今天我们所准备的这个食材了，非常的简单。那首先就是我们这个鸡肝啊，那鸡肝呢已经清洗干净，然后呢把它切成这样的小块了啊。那再来就是我们这个罗勒叶，是这样的，泰国话叫 baek pao 啊，对的。再就是我们这个佐料，佐料呢有这个小洋葱、大蒜、青辣椒。好，那以上就是今天我们所准备的这个食材了，非常简单。那接下来我们就直接开始制作。好的，那我们这个泰国家常菜炒鸡肝已经完成了。那刚刚也给大家看过是什么样子，看着真的是非常的开胃，非常的有食欲啊。那现在我们来尝一下，看看味道怎么样。来，就这么一小盘，哇，这个真的太开胃了啊！因为太开胃了，所以我准备了一点米饭啊，也搭配这个饭吃，真的太下饭了。刚刚稍微尝了一下，哇，真的。那至于辣不辣的话，根据个人啊，如果喜欢吃辣的人就多放点辣椒，这个会更美味。啊，不能吃辣的话就少放点辣椒，也是一样，还是很开胃。来，我们来尝一下啊，哇，这个太香了。哇，果然又辣又开胃。哇，这鸡肝一点腥味都没有啊。哇，这个太赞了，完全是一个下饭的家常菜。哇。真的，超级无敌下饭，太赞！好的，喜欢吃泰国家常菜罗勒叶炒鸡肝的小伙伴们可以去试一下哦，真心的不错，真心的推荐。好，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。那如果大家喜欢今天的作品的话，请记得长按点赞、订阅支持一下我。那小盛在这边感谢大家的观看与支持。好，那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，萨瓦迪卡。